原标题：民国最不安分总统夫人，出身风尘本性难改。与小十岁店员暗度陈仓，黎元洪曾两次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，三次出任中华民国副总统。他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量级人物，在晚清民国那一波枭雄名人中，黎元洪算是最低调最本分的了。袁世凯有十房夫人，张宗昌有23个姨太太，而黎元洪却只有一妻一妾，发妻吴敬君，妾是黎本威。吴敬君是黎家的童养媳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二人的感情并不深厚，黎元洪对他只有责任没有爱，而黎本威却真真的是黎元洪的心头肉。1904年清朝的钦差大臣铁良到湖北视察，黎元洪以地方官员的身份全称陪同，一直陪到了楚香楼。楚香楼是当地非常著名的一家书旅，所谓书旅就是高级妓馆，供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喝花酒的地方。当夜酒醉情迷的黎元洪留宿在了楚香楼头牌微红浴房中，一夜温柔后，老实人黎元洪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激情，遂将微红玉改名为黎本威，娶回家中那位宠妾。这一年黎元洪42岁，黎本威17岁。出身风尘的黎本威才色双绝，妩媚动人，她嫁给黎元洪后渐渐取代了吴敬君的地位，常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与黎元洪出入社交场合。黎本威年轻聪明，很快就学会了英文、法文和社交礼仪，再加上他人长得漂亮、会打扮，俨然成了民国上流社会里的名媛，还曾接受过外国记者的采访。1923年，黎元洪退出政坛，归隐天津，离开了北京的花花世界，失去了总统夫人的光环。黎本威重拾风尘女子本性，在天津年仅40的黎本威迷上了比他年轻10岁的小鲜肉绸缎铺店员王奎娟，二人背着黎元洪迅速发展成地下恋人。1928年6月，黎元洪因突发脑溢血病逝，两年后吴敬君也追随而去，黎元洪所有的家产都落到了黎本威手里。从此黎本威便公开与王奎娟出双入对，大肆挥霍黎元洪留下的遗产。黎本威的高调与无耻让黎元洪的长女黎少芬非常不满，她警告黎本威悬崖勒马以保全黎元洪的颜面，黎本威却我行我素，索性变卖了黎元洪的全部家产，带着10万大洋与王奎轩私奔到了青岛。如果黎本威和王奎轩就这样低调生活下去也好，但他们偏偏在同居几年后大办婚宴，还向青岛的政商两界发出了婚内邀请函，二人的恋情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。黎本威此举无非是想借着前总统夫人的身份捞点好处，生意场上行个方便，却不曾想会因此惹祸上身。当时各大报刊均以黎元洪妾黎本威再嫁青岛王奎娟为题大肆渲染，瞬间舆论哗然，民众纷纷痛斥这对狗男狗女。时任青岛代理市长的沈鸿烈是黎元洪生前旧部，他痛恨黎本威的无耻之举，于是以坑蒙拐骗黎总统钱财未罪名逮捕了王奎娟。黎本威独自逃到了杭州，在现实面前王奎娟舍弃了黎本威，他写信给黎本威提出断绝关系，因为否则的话他将被判处终身监禁。黎本威最终只能在西子湖畔的一座禅庵里孤独终老。黎本威的故事让我们不禁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，这句话是否真的有道理？从良的风尘女子是否更容易放飞自我？欢迎留言说说你的看法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